大姐，我当兵的时候照个照片。这是大姐瘦时候啊，没跟大姐我结婚时候照片。啊，这边得抄下了。抄下来，血水去一下腥味儿。搁外锅呀？那搁外锅呀，快！啥菜都往外锅一下。那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大姐，我回来给准备伙食来了啊！牛肉炖柿子。我看活儿，像你不像你大姐说的，还非得有个多少句。你干活可利索了是吧？那你们家的时候我啥找不着啊？你这我自己能找着，我就不用了。今天我给我们家东西都写个牌贴着。你到那一去就都找你。对。大家睡觉。没睡着。没睡着。还在躺下玩。啊。还弄疼了。啊？不弄疼了。不弄疼了。嗯呐。吃止疼药了也是，不吃止疼药疼，撕拉拉疼疼。还没少整啊牛肉。就那一块儿。牛腩。我可没拿。9号到22号。嗯，买啥玩意儿减什么玩意儿减价？嗯，还有成天就成天逛啥？逛商店。嗯，一天不逛。那你买不买东西啊？看着好，看着便宜就买。便宜就买，不便宜就不买。哈哈哈！你领我看看去呗。哪天好天呢？我开车找你去。不用开车，你走不走？仨老太太。啊。行，领着我吧，这仨老太太。仨老太太那个成天就是天天上午走。哪个药怪高了，哪个药低的，那都是。嗯。天天溜达呀。对。不想吃肉，吃这汤就行了。我看你学艺的吗？这不是。学艺的人。啊。不，柿子不搁里啊？是搁里。要是卖白糖，白糖便宜两毛多钱。嗯。是吗？然后我买17块钱。便宜呀、啊，人家就不定便宜啥啥都3块多4块。对，嗯，真有打特价便宜的。啊，中午买的番茄酱呢？那、这么些佐料是吗？我就光要一下子，还用收拾吗？你要愿意喝汤，就不用了。就不用了，不愿意喝汤就出来再收一下汁儿。喝点汤也行。嗯，这个汤出来的是有点罗宋汤的感觉。高端的食材往往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。你说是泡方便面吗？你给做烂了的。这玩意儿这个。酱稀烂要不然。行了，这15分钟就行。行啊行。要不就15分钟。15分钟就行。冬瓜利尿。冬瓜利尿。现在关键你喝水，嗯，喝水，你说搞药物利尿，那甘露醇最好使，那打上了那就你想尿尿，但是你多喝水，你得想办法让它排出去啊，排出去。都放上吗？这些？行，冬瓜最后放。冬瓜、排骨、虾仁，这我大姐夫给我整了一道。冬瓜利尿吗？嗯、排尿。比我真的好多了。哈哈。人家做菜呢。郭大姐啊。大碗，小盘子。盘子。一年我得打几。盘子呢？它整坏了，它还不成印。整坏了不成印。说别人整的。不是我整的。万一到我们手它就碎了，咋事儿？你这也没有柿子，全牛腩汤，就那俩柿子吧，就剩俩柿子，完了，太像样了，大姐，太错了，啊，太像样了，学去吧你，我学，
给你放这儿。先放点，待会儿上。哎呀，这汤做的。馍排骨。喝。虾仁汤。给你开饭了。走吧。做的真好啊。我大碗的，先盛去吧。盛大碗里，先喝一小碗喝。汤好喝。油汪的。姐夫做这蛋菜，光说把大姐养的胖胖的。我做的不硬吗？不你养的，你养瘦瘦的。只要谁喝谁就成。会锅煮方便面。大娘吃饭，大娘。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等俩孩子回来。我这一碗汤。你给他这锅盛的。一碗汤。我少盛的。我少盛的。你吃吧，你吃。这牛腩，嗯，能够着吗？这俩孩子，这牛腩那个熟度正好啊。我少尝，再辣了就不好吃。咱再尝尝。谢谢呢。行了，嗯，吃点再尝。这，那汤真好喝。